这样叫哦。我是大学，今天又来一盘可能的溢出来赶海了。这里面我下了门六，今天过来给他试一下，看效果怎么样。刚才那是大妈山，哇，又一条一条，一吨下面，快！哦，来来来，哇，弹动突然自己挣扎，没办法，在这边。嚯、哦，大妈山带我过来抓鱼啊，可以可以，哇、哦，这条可以摇，已经应该是赢了。哦、我上，嘿，你我上，来来，哇、哦，我这边抓他屁屁，这样我上。哇，大闸蟹，大闸蟹，可以可以，花干蟹可以哦，哇，张牙舞爪的，给他先做了，哇，这只差不多接近有个八九两，一斤应该是有了，给他先做了，做好久没抓到一个大闸蟹，来来来，嘿嘿，我看你往哪里跑，黑雕，上货上货，嘿嘿，哦，黑雕黑雕，可以哦。你看，先起，这边还有一条，哎，又一条，嚯、哦，今天要回去煮黑钓摊了吧？啊，慢慢走，慢慢走，哎，哎，哇，嘿嘿，吃几股，这条可以哦。来吧，哎，哇，这边有一只，哇，可以哦，哇，躲在酒里面，你怎么这么聪明啊？张牙舞爪的，可以哦，哇，这只比刚才那只小吧，应该比较小，我开始给它抓了，不跟它开玩笑，夹到就不是开玩笑的问题。好，来来来，我们继续找货。哇，这上面怎么回事？看，哎，哇。这垃圾等下给他带走。哇、哦，这是怎么回事？家人们看，嘿，哎，这个这边，哇，这是先给他抓了。嘿，嘿嘿，我抓虎鱼，我抓，哇，这直接，这真的毒货毒丸啊，毒货我抓，可以哦，漂亮，这条应该算抓，这条十几公，不可以哦。哇，这两条虎鱼真的发财了，这是脸公婆吗？哇，看看看，这个饰板漂不漂亮？哇，山这么大，还背着，这只是公的，应该是，这只是公的。哇，黄金虎啊，这条大，这条应该是黄金虎，看漂不漂亮？哇，金黄金黄的，这条应该七连左右应该是有吧，六七连应该是有。我不知道这么大的太欺负人了，哇，直接发财了，哇，这是也算是大物啊，应该这两个是连夫妻吧，那个应该是小的，那个应该是他家的孩子，中途应该是他家的孩子，给他先做了不管，这也小心一点，然后还有这个，哇，这一个坑这边抓了就发财了，这真是真海巨物跟真海毒物大物啊，这直接群居动物直接给他一锅端了。爆头，我直接给你捏住，哦，这条可以摇，摇没远的摇，这条有个五六连应该是有的黑雕，可以给它提干净带走，来来来来，哇、哦，这样来看一下，也找了一大圈也没货了，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哇，是门柳下我就是不一样，哇，看一下。我什么门料我就不跟家人做了，这是秘密，我不透露出来。哇、哦，虎鲨雕，然后还有深海巨物都在一个坑里面乱斗了，太刺激了。三条虎鱼，一条七连，然后一条差不多有一斤六，然后九连个十个，三条虎鱼就可以十个六百多吧，六百多，然后黑雕
哇，这些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算的，这么多啊，还有两只大螃蟹，两只大花蛤，这些加起来应该是1800的，应该是没问题的。那直接不赚了，我们拿去卖了就知道多少钱了，省得在这边赚。今天就给你的就是遇到深海巨物跟深海毒货在这边把我变大全给一锅端了，可以，这门料价的可以。那好了，那我抓紧拿回去给他处理一下。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然后希望大全的帮忙点点关注，我们下期见，拜拜。